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九帅他不接我的电话，还是你妈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毁了你弟的人生。你为什么要找我们代表？我就是有事找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您就一定要连他的家人都不放过吗？你继续拖泥带水的，只会让那孩子更痛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杜根案的冲突事件，其中的一个死者就是那个女孩的母亲。我现在很难面对你这张脸了，我们分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热情的打扫吧。